一部戏其实很简单，做几套好看的衣服不是问题，是把一部戏做成一个风格。哎，这个不就是我的衣服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不就是他的衣服？我去拍的第一天，我就印象特别深刻。他给我穿上我那个衣服以后，哎，感觉就来了，就对了。尽量让他的这个造型是很随意的，然后是颓废而不是邋遢，然后再加上服装老师他们设计的衣服整体出来，哎，效果就非常好。最喜欢的红色那个鬼谷大战那套，因为那套做工很精细，听说是两个师傅手工缝了半个月上面的绣花。用什么来认为你就是谷主了？那么鬼谷的颜色里边什么最大呢？红最大。前面都是紫色的，前期都是小魔女的一种状态。紫色不好用，尤其做女装，女孩一定要有美在里。发型上我们希望她比较活泼，比较有个人特性，比较娇俏。在服装造型上，我不希望说大家做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。因为 你要做带动和引领，你跟随着怎么都好做，你也做成黑白，你也做成小秀，你也做成普通的，那个好做。你要说是你要想突破，新武侠就是一个突破。特效化妆特别是在面部里化妆的电影里边比较多，电视剧里边一个角色因为他的戏很多，牵扯的时间又很长，对于他的本身角色的表演是有一定的限制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也算是做了一个尝试。因为我们这个戏是武侠剧嘛，江湖人物的话还是会有他江湖人物的一个特色，我们就会让他呈现的比较自然一点，不会有太多修饰感在里面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部门都很用心。不仅皮子太厚了，用那个扎丝去。这个武侠，这种江湖，已经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在优酷热播中，温客行把曹魏宁单独叫出来，说到他们两个相依为命，吃了很多的苦。温客行一直把故乡当作亲妹妹看，拜托曹魏宁明天就带着故乡回清风剑派，一辈子不许辜负他。曹魏宁也当即对天发誓，会永远保护故乡，一生一世对他好。哎呀，这次我们的曹兄弟总算是过了温客行这个老丈人这一关了呀。皇天厚土，石所共建，我曹魏宁这一辈子从现在到死，每一天每一刻都算上，绝不会有片刻做出辜负阿香的事儿。如有反悔，鬼神共弃。话别说得这么满，你们毕竟相识还短，他也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你不发誓，我不逼你，但你今日既然许下了这个诺，别以为鬼神之说飘渺无益，来日你若负了阿香，我定第一个劈了你。我明白的，我自然知道他。看一个人，又不在于认识时间的长短。从我第一眼见到阿香起，我就要一生一世对他好。既然今日我得偿所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如果我以后辜负了他，不用您开口，我自己抹脖子谢罪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若做不到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